太安静了，就一个人自己在家里边，是不是？都有那么一天是一个人。山口先生吃了一个包子哈，我看有没弄的呢，啊？这米饭不叫你，行不行？来一点行不行？不要。米饭啊，来一点吧。行，你先尝一点。不行不行。那不就吃块面包吧？不行。面包也不要啊？嗯。光喝汤能吃饱吗？根本就吃不饱。能吃吗？哎呀，哎呀。面包行不行？一块儿，这面包好吃，你忘了？不行。面包不要吗？嗯。哎呀，那快吃吧，吃完上幼儿园，啊，幼儿园。问问老师，你的头发好不好看？你觉得好不好看？啊？不好看。啊，不好看啊！下次我们不去找那个阿姨理了哈，找个别的地方阿姨理，行不行？好吧。一天到晚了哈，可不要有心眼了哈。今天早晨又拿出这个书来了哈，就是拿那个小宝宝的那个哈，它叫奶奶墙。让我拿着这个纸去超市里边，他上幼儿园，我去超市的时候看见了，给他买这个，给他买这个，然后人家说，人家又过去拿笔给我圈起来了哈，这一个圈起来了，让我买这个啊，这个也用笔圈起来了啊。还给我书包，还得买个书包嘛。给我箱子，箱子啊，还给我西江的梅柳江的，还给我弹的西江的，还给我眼镜梅柳江的，头来这箱子。嗯，哎呀妈呀，这个三件套啊，一个行李箱，人家还知道，这个是睡觉的眼罩，这个是弄脖子的。哎，很愿意听你说，大家你好。大家你好呀。那你？嗯，你好呀，大家。那你？那你什么那你？快吃吧，你那家伙，让你说的时候你就不说，不让你说的时候你这个废话一句不离。好，美好的一天，我们要上幼儿园喽，拜拜。哇，这么忙。嗯，在修路。嗯，慢点啊！在你阿姨带轮呢，嗯，那个车。早上好，老铁们、姐妹们，这个我今天要包包子啦。明天我们家这个厨房要换了啊，这墙都要这个瓷砖都要拆，这是抽油烟机，就是整个这个灶台得有四天是五天，我们家不能做饭哈、啊。哎呀，好日子来到了，我们不用做饭了啊，我晚上不用做饭了啊。又跑题了啊！说我这个包子，你说，所以明天呢，这个厨房要弄了，我就不能包包子了。你说我买的是这个东西，咋弄啊？嗯，这个萝卜叶子好像是你做别的也不大好吃哈、啊，就包个包子，怎么地也得给它包出来，不能浪费了哈、啊。这两天我的脸上又大了，没办法，这里边全是智慧多了，它会往下滑，把脸都撑大了。来。这个肉哈，五花肉，肉，锅里倒，欣欣向荣的面酱啊，新和，我包包子都愿意加点面酱哈、啊，加点面酱好吃，啊，炒一下好啊，经常一炒，肉炒了再些，哎呀妈呀，就这么点萝卜苗儿啊，萝卜叶儿啊，不是苗，萝卜叶儿，粉条好、哦，粉条倒进来，尾巴一定要加进去啊，尾巴包包子、包饺子、做汤、炒菜。干啥啥行，干啥啥好吃，嘎嘎好吃，嘎嘎牛。来上点去啊，包包子得放点盐啊，稍微放点这个胡椒粉吧，不是胡椒粉，这是椒盐吧啊。嗯，看我的面，其实发的不是很大哈、啊，已经鼓泡了。嗯，但是你要是说现在不做的话，放几个小时肯定面就酸了，还是包吧啊。这是已经发好了呢，看看我的面。看看我的包子菜儿啊，肉、粉条、萝卜叶儿啊，买粉条比较多，菜少啊，那没办法，还是包了哈、啊。我这包了样子不好看啊，得最好去学一学哈、啊，留着将来有用哈、啊。我看我刷到过视频教着包包子，人家那个手法好像跟我的手法不一样啊。
我这就是自学的哈，我这包子真的是自学的哈。哎呀妈，这面儿，我那面儿有点软哈，软乎乎。家里边好安静啊，真的。哎呀，就我一个人，你说，等到人老了之后，家里边就是这么个情况哈。太安静了，就一个人自己在家里边，是不是？都有那么一天是一个人。经过艰苦奋斗，我的包子出锅了哈，就是这个包子有点皮儿有点薄，但是不影响口感哈。有的挺好，有的还有那什么，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粉条多了点儿，菜少了点儿哈，但是口感也杠杠的哈，好吃的，不错，咸淡味正好哈。哎，一点了，吃完饭还有工作呢啊，抓紧时间。妈，俺闺女睡着了哈，我今天我对不起俺闺女哈，我寻思哈，她早晨不是弄那个奶奶墙那个粉色那张纸嘛，都画了两个圈，告诉我让我今天去超市买这两个东西，啊，我寻思她也就说说而已啊，没想到她记住了，你不走，放学我去接她就赶快问到你买没买那个，我说没买，人家就哭了，今天接她的时候哈，她有心眼啊。一接他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：“妈妈，我今天没哭，我今天表现好。”那个意思，那哥们是早上说了答应他买那个奶奶墙那个东西吧？可能人家有动力，所以今天就好好表现了，没哭。这会儿你说一起接，我又没给人家买，人家伤心的哭了，在车上哭了。你说这也不能这样事儿，你说还能这惯是毛病还？这想要什么就买什么，你说这还能这能行吗？你说还能硬买硬买吗？你说？为了表现好买东西啊，表现好了就可以买东西，这天天要东西，这也不是个好毛病，小姐们，哭哭吧，吃了块糖好了，睡着了，那这今天这怎么累了呢？看小闺女卡睡了。累了是吧？累得了。打麻将我们看你哭了哟。累了。啊，打麻将干。你去弄吧。你给那弄卡瓦里呢？那爱洗路，爱跳跟跟，哎呦，没有吃饭了，我闺女睡着了，哥们今天在幼儿园没睡觉，睡着了，我吃两个包子吧，吃一个有点少，不饱不够，馋得慌，喝一点稀饭吧，小米稀饭啊，山口先生吃了一个包子啊，我看有没弄的呢，啊，没有，哪的？可能大概的么？我拿开一拍，你还说这么大杯水给我？哎呀妈呀，这包子一口这么大杯水给侬？可以吧？咱们再说，咱们再说。叫碗弄么弄打开？现在光还一篮奶。昨天你弄的米糊啊，我昨晚没喝，今天早晨倒了。啊，今天早晨小米粥熬出，小米粥弄好了。俺们两个在这搬东西，把这个。上边柜子和下边里边的东西全拿走，啊，明天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就要拆了哈。你说古董啊？走，哎呦，完了完了，你过来，我们邻居给我闺女的红包还放在这儿，那都没舍得花哈。5600。这是我从中国以前买的茶叶。啊，俺妈洗四斤喽！哎呀妈呀，这就累了哈！那行，哎呀，还上床睡觉吧！哎呀妈，我收拾啊！还有几年菊花茶，玫瑰花茶，就多少年以前，还有点茶叶呢，真的，不知道多少年了，这能不能喝了？哎呀，你就给我起来！你家妈什么？你家妈你家妈。